饭桶，不要帮助那些有求于你的人，实现他们的愿望。这鬼门才刚开就发生这种事，你是专阴欢阳带鬼刚的命格，我不要管你这话术了，我没有再信那些的。滚！白花龙，拜家鬼爷开恩来相助。他一定会对带天命的人出手。我的天命就是专门把我身边的人害死。我本来替我们解。